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3月16日。前两天有花友留言说，怎么还没有今年花的视频呢？我们南加州虽然是四季如春，但也有冷暖交替。一般中国的春节前后呢，也是我这里最冷的季节，夜间的最低温度呢，也可以低至零度。同时，这个季节也是我们的雨季。自从来了这里，我更加能够体会春雨贵如油的含义，因为一般在四月以后呢，这里几乎就一滴雨都没有了。一直开花的品种呢，只有我多次提到过的这颗完美时刻 Perfect Moment。 另外现在开花的呢，还有我12月从 Erlum 买来的小苗们。如果有前一段时间从他家买过苗的花友都应该知道，冬天收到的苗呢，都是可怜巴巴的瘦弱的几个光杆，没有叶片。我收到之后呢，也没有急着换盆，而是先把它们放到了阳光最好的地方使劲的晒。这样晒了大概4周左右吧，叶子都长出来了以后呢，我才把它们移到了3加仑的盆里。换盆时只是在植料里混了少量的有机肥，目前它们都出了不少花苞了。今天的重点呢，我要纠正对一个品种的偏见，它就是 Violet Pride。由于我喜欢蓝紫色的品种，其实我关注这个品种也蛮多次了，但是每次看到售卖网站的图片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放的这张图片，看到了这张照片，我实在想不出它怎么会是蓝紫色的，而且这个粉色呢也不是我喜欢的，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入手。直到有一个花友留言说它又香又情花，正好碰到 Erlum 打折，我就决定买来试一试。但没想到它的实物真的给了我很大的惊喜。今天给大家看看它目前真实的颜色，也借此给它证明，它的确是一款蓝紫色的品种。一加仑的苗，这次有8个花苞，没有施任何的开花肥，因此它花开的并不大，大概7公分左右。按照资料说呢，它正常的花应该在10公分左右了。这个品种非常非常的香，它的香气呢很像我做花匠的那颗 Gertrude Jekyll。 这朵全开的花已经2周了，依然花型完美，并没有翻大饼露出花心，而且这个品种的花型呢有点像缩小版的情歌。它是美国 Wix Rose 2016年推出的一款风花月季，花的命名来自于英国著名的时代剧《唐顿庄园》里一个最受欧美观众欢迎的角色，那就是 Violet Crowley Gransham 伯爵夫人。她是一个著名的金句王，我觉得她就像一个护着小鸡的老母鸡，凶起来的时候呢也蛮凶悍的。回到 Violet 这个词，它虽然是紫罗兰的意思，但在这里呢是人物的名称而并非颜色。同时这个 Gransham 伯爵夫人呢，她也喜欢穿紫色的连衣裙，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一词双意吧。我觉得中国粤剧网把花的名称翻译成维奥莱的骄傲呢也更加贴切。今天呢，向喜欢蓝紫色品种的花友们呢安利这个品种，可以去试一试，又香又美。这次的简短介绍就到这儿吧，咱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